介绍一下我们本会的会务干部。我是那个我们副会长罗吉元罗中将，副会长吴其良吴中将，副会长不用补补补副会长补社长，新闻界大佬，不用补孙英山孙副会长。孙副会长，然后埋伏在里面的梁氏梁中将梁副会长，我们严长坚严副会长，那国民党中常委，国民党中常委，那我在这边依次介绍好了。我们驻会的监察人啊，现在是我们监事会的召集人，这个尹胜坚尹将军。我们组织部主任谢孔明谢将军，资讯部主任兼黄埔后代联谊会会长秘书长吴国俊，吴秘书长。我们新竹的这个总督导刘锡龙刘将军，常务执事委员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我们执事委员监事委员张志强张将军。对不起，因为我半年开刀没有来，抱歉啊。谢谢谢。我们的监事委员会长的机要，这个陈国成陈。我们顾问团秘书长萧世才萧将军。我们常务顾问团副团长常务执事委员荣少新荣将军。顾问团这个随时候补备胎。王远福，顾问团副团长王远福。好，我们这个财务部主任谢德善谢将军。谢谢。公关部主任部王文传王权。我们的常务执事委员我们王中岩。行政部主任邓世明邓主任。我们本会驻江西的专员王玉明，大家好，执事委员。然后行政部邓主任，秘书处副处长，薛梦贤，妇女部，我们妇女都躲起来，妇女在这里，妇女在做事，妇女会会长，望西美，是我，希望的望，开心的西美，那个美，望哥哥，谢谢，好，我们后面文策部主任石奇石主任。我们执事委员何超和执事委员张伯廷张执事委员，我们陈佩文，我们执事委员兼也是我们驻湖北的专员。这我们的电脑的资讯部范世奎范先生。对不起，我们的健康顾问陈秋红陈老师，又要再介绍了这是我们今天到会的会务干部跟直接市委员。